大家好，今天咱们交流一下监控的监，大家请看。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要学会写这个大字下面这个大字签字呢，就是比大字多加了一个横这个字整体在这个因为笔画比较少，所以说在大家在写的时候尽量的笔画粗一些写的这个字比较厚重我今天这个纸今天这个墨调的稍微有点稀了稍微有点烟大家看一下这个字的这个形态和我一起。首先第一个是个短横粗短横比较粗重大家注意这个抗肩抗肩的这个角度，还有第二笔这个抗肩稍微大一些比第一笔稍微还要大一些咱们就说抗肩大下来就是它这个竖撇竖撇和大字一样火字一样竖撇在下面穿过横以后有一个变细的过程变细的过程以后直接加粗撇出注意它撇出的这个指向撇出的这个指向还有注意这个蜡笔的接笔蜡笔的接笔在这今天在这块给大家再说一下签子都是签子假如说是这样它在这块出来大概画一下没有在这个夹角这出来不要千万不要从夹角出来从夹角出来就写废了还有这个和那个大字和那个火字都一样这块粗直接出来刚开始这块粗粗完以后有个变细的过程这个形态已经体现出来还有它这个蜡角的位置蜡笔整体比较厚重这个蜡角直接指向朝下或者朝下不能上翘这个蜡角不能上翘比如说有的时候它翘到这儿那就不对了整体看这个蜡角的这个角度要把握好这个字就分享到这儿大家多多练习谢谢大家。